我们大家都知道 EcoWorld 向来以亲近大自然、舒适、静谧闻名。今天让雷秀再次带你来体验看看，如果住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。Let's go。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位于神门叶的 Eco Majestic Stone Ridge 的 Type 6G， 也就是他们的半独立式。进去它的示范单位之前呢，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给你放六辆车的潜艇。它的占地面积总共是40×75，总面积大概是3376方尺。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客厅，它的布局呢，你可以很像它这样子，你这里放一个电视机，然后你跟家人看电视。这边是一个吃饭厅。主客厅的旁边呢是小花园，普通的 lot 面积是10尺左右，但是如果你是 end lot 是15尺， corner lot 的话它大概是一个23到24尺左右。我们来到它的一个厨房，这一边呢它是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，也是一个佣人房。为了方便你的佣人，它这里也有小小的厕所，很方便哦。客厅的另外一侧，楼下的一间房间可以拿来当做 study room 啊， family room， 又或者是可以拿来做你的 office room 都可以。旁边就是有一个门 access to 另外一个小花园，这样房间的旁边就有厕所。除了这一个镜子需要你自己准备之外呢，所有东西都会准备给你。这个是楼下的房间跟厕所还有厨房。那我们来上去二楼，楼梯上来的左侧，这个就是我们的 master bedroom。主人房外面就是一个跟前厅一样长的阳台。主人房的旁边，哇，这个是多少人的梦想啊，很像他们这样子的摆设，你可以放 bag， 放衣服啊，然后这里它还有不同的储物柜，但是这些家私呢是不包括在整个配套里面的。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另外布置，但是这一个面积呢非常适合拿来做衣物间。厕所里面呢还有一个 bathtub 哦。主人房看过了，我们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间房间，这个可以做你的大儿子的房间。如果你不想要这样子布局的话呢，它是足够放一个 queen size 甚至是 king size 的床。第二跟第三间房间的厕所是通用的哦，它的面积其实是跟第二间房间一样大。这个就是 second bedroom， 这个是比第二还有第三间房间还要大的。除了放床之外呢，它旁边还有非常宽裕的空间，整个布局非常的实用。还有一间浴室，跟楼下的浴室的布局是一样的。住在 EcoWorld 的 Eco Majestic 里面呢，平时除了会有 security 巡逻之外呢，它还会有一个非常安全的系统来保护你和你的家人。他们还有一个叫做 telecommunication 的通讯系统，可以连接你和 guard house， 还有3个 acre 的私人 clubhouse、 游乐园和设施，直通 Lacus Highway 的大马路，临近的 McDonald、 Starbucks Reserve、 Jaya Grocer、 Guardian 咖啡厅，还有学校等等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点击下方的连接得知更多的详情。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大自然的人， EcoWorld 会是你最好的选择。下次影片再见。